叫金沙草四季豆，反正就是咸鸭蛋。我也不大会做这道菜啊、哦，但是我做的可能跟外面不大一样。那我们就试试看吧啊、哦。但是我们会比较丰富一点啊、哦，我们炒的会比较丰富一点。
炒得清脆，好吃甜，然后口感要对，它不能串味。我们学的就是这东西，所以你叫我照着怎么做，我还真的不会做。金沙四季豆炒肉丝就这样子了。